大家好，我是小安博。你们听得见我的声音吗？今天啊，我所录制的影片呢，都是使用 Sins 声声 3D 全景声录音耳机所录制的哦。有没有清楚感受到左右声道的不同呢？有没有感觉我就在你耳边讲悄悄话呢？你们今天好吗？工作辛苦咯，拜拜。